好，在我们竹围大鼓结束之后，紧接着要进行是我们的秀峰带来 Sexy Jazz 舞娘俱乐部，掌声。小葛有在这边吗？灯好亮。小葛有在这边吗？啊，哎，我看到有人举手。好，请往前。我就在这，小葛。声音不够大。
哇，你的头发跟我一样哎。哇，我刚当兵回来，你也是。好，请往上。好，所以他是你的 boyfriend，nice，OK，、okay, 好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只是要问你一些问题而已。对对对，好，这交朋友很正常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他可能就是在准备这个舞展的期间会很忙，那你有没有一些话想要对他说？这样子，就只是讲话而已，很简单的，大声音，大声一点。放心，你自己拿 ，OK， 好不好？欸、你要对着他讲，可以深情一点，懂吗？他累很辛苦，然后每次都很累，然后我说尽量原谅，然后我爱你。他刚刚说什么？等一下。我站在这么近，我都有点听不太到，所以麻烦你把最后那三个再讲一次，你要大声一点。我爱你。啊！啊，没关系，就这样，好，就这样，不要辛苦你们，不要辛苦你们，好不好？今天是公开场合，这部幕后面就随便了，好不好？不是，爸爸妈妈在看，没有，这是很好的友情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比较不一样的呀，对，好，再次谢谢他们带来舞娘俱乐部，他们两个可以一起下去也没有关系，对，他吞饮料是，这么好 Q 哦，就这样上来了，对，这么好，然后而且还自己举手，通常大家都会躲起来，没有，他我就看他手一样，就是我，就是我。